正如呢我今日都想同大家讲讲啦，喺 MIHK 嘅时广播嘅时间呢，我已经做咗一个决定啦，亦都同我一啲嘅 stakeholders 系倾过偈。咁喺来年2019年嘅1月开始呢，我哋嘅广播嘅时间呢，如无意外呢，我会喺呢个礼拜五吓做一个最后嘅决定。咁应该呢我哋就去做五日嘅广播。好大好大嘅 99.9% 嘅机会呢係我哋会做返五日嘅广播。即係喺2019年嘅1月开始我哋做返五日嘅广播。OK? 而我哋广播嘅时间呢会喺8点钟到去10点半。会两个半钟至三个钟头左右。OK? 咁以我嘅心目中里面嘅想象嘅呢，就会我哋将我哋嘅节目呢係会将而家嘅所有嘅节目精益求精，揀10个至十松啲左右嘅节目啦，十可能一晚有三个节目左右啦，就是最精彩嘅节目去维持翻嚟做。咁喺我哋嘅工作压力嗰方面咧，我哋会系得到最大嘅一个嘅减咗我哋平时即系赶头赶命啊，同埋我哋亦都系因为咧太赶节目啦，太多节目咧，直播室唔够咧，好多嘅时候咧喺八点钟打后咧，我哋逼不得已要做录影嘅节目。而做唔到 live， OK？ 咁如果我做一个减产咗之后嘅节目嘅时况咧，我哋好大嘅 possibility 咧，我哋系会可以做到 live 嘅吓，因为人手嘅压力啊，或者系喺广播时期，我哋唔需要惊人同房喺度争紧啊，咁样去做法。咁啊 ，Jam Dot Dot Channel 当然唔会有影响啦，因为阿 Benny 漫步亦都唔会有影响啦，因为佢哋系我哋嘅租户啦。咁我哋由香港六点半开始到夜晚嘅12点钟呢啲节目咧，我哋应该会揀翻咧十松呢个咧，十至十五个节目之内咧系会做广播嘅。咁而亦都系因为咁样咧，我可以咧摆多啲嘅时间咧去监砌啊，同埋监察我哋嘅节目嘅质素吓，可以。make sure 嘅每一个节目出街咧，都系精益求精，同埋好嘅。咁啊，好多嘅老友都系话啦，喂，其实 MHK TV 嘅节目咧，因为自从咧，我都想乾淨啲啦，同埋知識化啲，好似個趣味性係會少咗。咁可能亦都關我一個揸旗人嘅心態嘅問題。當然啦，你屎尿屁嚇、女人波啦嚇、性感女郎嚇、或者係低俗啲嘅嘢，係咪個 rating 一定會高咧？咁樣係嘅。咁但係我需唔需要做咁樣去營運呢？咁我已經解釋過好多次，其實我個 interest 已經係過咗呢一樣嘅嘢。我亦都唔覺得我哋係要靠呢一樣嘢去挖眾取眾，咁就留返杜汶澤啦，或者其他啲網台會行我哋一啲嘅舊路。我哋其實就好想做一啲係娛樂性同埋一個文化同埋歷史啊各方面一啲嘅保育上面嘅 direction。呢個方向呢在嚟緊嘅2019年咧，都係唔會改變嘅。咁但係亦都會有一啲嘅新節目啦，會加入嚇，咁啊淘汰一啲舊嘅節目。當然啦，我哋會講嘅一個節目就係立撚殺的香港人，呢個係必然會做嘅節目嚟嘅。亦都會由我去好狠屌一啲香港人嘅陋習、劣根性嚇、問題，咁啊。記錄低我哋香港人，由我長大認知一啲好高質素嘅人，點解惡劣到變咗咁垃圾呢？定係我哋會研究下究竟香港人係咪由頭到尾其實都係咁垃圾呢？因為根深蒂固嘅問題改唔到呢。咁呢個節目我自己本身會好大嘅期待會擺落去。咁啊，我亦都好希望總理啦，即係閪知啲美食家可以做落去啦。咁但係我亦都希望總理嘅 workload 係可以減輕啦。咁我諗大東食評圈咧，好大嘅機會咧，我都可能會咧係會拎走嘅。我唔想總理咁粗魯啊，淨係佢 focus 翻呢個閪知啲美食家依一個嘅節目。因為畢竟啦，即係要話總理食咁多垃圾啊，或者走嚟走去啊，冇足夠嘅休息啊，我覺得對佢嘅身體係好大嘅負荷嚇。好簡單講啊，我嘅工作日常俾大家知道啊。level 6
我哋通常都有时会做开放日，咁我哋都会有，大家都知道一定会有打趸嘅。礼拜日嘅时间咧，好多时候我哋要出咗外景，实际再做一啲嘅资料搜集，系啊，或者系嚟研究紧啊，嚟紧个礼拜里边有啲咩嘅漏啊，要补飞啊，各方面嘅嘢。咁啊，平时亦啲嘅日常咧，都会受一啲嘅 YouTube 嘅问题啊，网路嘅问题啊，网页嘅问题啊 ，security 嘅问题啊，我哋要同我唔同嘅部门去参与。咁啊，年近到下月尾啦，我就要搞掂一啲嘅财务嘅问题 ，make sure 我要有足够嘅钱啊，抬入公司去出粮啊、找数啊各方面嘅嘢。咁啊，咁多年都系啦，即系咁多年营运都系入不敷支噶啦。啊，收入系唔够支出高啊。咁我亦都可能喺呢度系承认我自己一个责任嘅咧，就系即系我冇量入为出啦。咁我其实就好注重个创作或者系一个产品嘅数量质量嗰方面咧，就系冇好好地睇住盘数啊，令到咧我哋收入係又受到影響，咁而家2019年咁樣嘅做法咧，好有信心，因為我只係留翻一啲叫座叫好同埋出色嘅一啲嘅節目，如果喺嗰個嘅叫座力係唔夠高嘅情況之下咧，除非呢個節目係唔需要公司係有任何嘅成本喺裏面，或者呢個節目係一個租借我哋嘅場嘅節目，否則我一定唔會留低噶啦，嚇，咁呢個係。一个商业的决定，咁亦都唔关我一啲嘅节目主持人嘅问题，因为好多嘅节目我拍板，其实就係有两个原因嘅。第一，我係觉得你哋係可以編輯自主，自己做好你嘅节目。第二嘅样嘢就係我觉得呢个节目个公共性同埋推咗出嚟对我哋嘅 audience 係有所得益有所得着，我只容许我蝕住去做。咁如果呢个节目变咗你哋打飛機，又或者你哋亂咁發泄啊，或者係對個公共性唔好嘅，咁而我冇由去再將個成本資源去投放喺嗰度，係嘛？咁如果個節目係翻唔到錢嘅，又或者係叫我抌咗好多嘅資源出去，而又翻唔到一啲嘅效益翻嚟，呢啲節目我一定會 cut 嘅。咁啊，我喺下個禮拜開始咧，我會認真諗清楚，我想要翻保留翻邊啲嘅節目，我亦都會分別咧同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咧會傾偈。我邊啲會 keep， 邊啲會轉型，或者邊啲我會刪除咗去。咁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咧，會喺下個禮拜咧，我會同大家會接觸噶啦。咁依個就我未同喺我 WhatsApp group 未同大家去講呢一樣嘢。今集嘅 MHK 每週通訊公布咗之後咧，我會陸陸續續咧同大家去接觸。咁而我亦都會咧好老实讲咧，就系会希望喺十二月中咧，俾到一个最 final 嘅节目时间表俾大家吓。而喺十二月里边咧，我哋嘅开放日咧就决定咗喺12月16日嘅星期日，12月16日嘅星期日系会出街。呢、这个就我哋当日嘅开放日。喺做冬之前嘅一个 weekend 吓。咁但系今次我哋冇拣星期六啊，系拣咗星期日，因为希望转吓去到一个星期日，等大家唔使要翻工啊，可以都多啲充裕嘅时间可以上嚟，我哋去买嘢。咁而我哋今年咧，我哋一如过往咧，我哋喺年底我哋都会放假嘅。因为我好重视一个节日，就系圣诞节。咁我哋会喺12月25日嘅星期二，会放假。12月24日平安夜咧，仍然系有节目出街嘅。咁25日嘅星期二啦，26日亦都系放假啦，27日系星期四啦，28日系星期。五啦，25、26、27、28、29、30、31和1日，我哋如无意外咧，喺1月2日咧去恢复广播。小花帮我睇睇1月2日嘅2019年系星期几？一阵喺个 chat room 里面话翻俾我听啊。咁我哋就会喺12月25日咧放到去咧，去1月2日 ，which 系星期三。1月2日嘅星期三咧，我就会恢复广播噶啦吓。OK， 咁大家记住啦吓。咁而喺1月2日开始咧，我就应该就会用新嘅节目时间表同大家播放。咁希望大家唔好介意我将公司嘅节目减少咗。MHK 嘅节目。如果我想繼續再營運落去嘅咧，因為嚇始終收唔到足夠嘅收入咧，去令到我哋去繼續去支持落去。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只可以咧用翻我可以得到翻嚟嘅資源咧，而補翻一啲嘅
可以能力支付得到的一些的节目制作给大家。咁亦都未必会再有年费的啦。我哋会行呢个嘅月费制度同埋一个嘅货金制度。咁呢个亦都係等我呢度清楚条数呢会同大家去分享。咁如无意外呢 ,2888 呢个两年 plan 呢我哋会喺今年年底就会 cancel 㗎啦 ,ok? 会卖埋今年年底。咁当然啦如果你继续再买系一个纯支持我哋一个嘅行动啦、啊、你哋会睇少咗节目但仍然你系维持緊四蚊日。咁既然我喺年底买埋呢个两年 plan 呢即系换句话讲呢我希望喺我哋而家缩少咗播放时间减少咗节目呢我可以围到被之余呢咁係履行返我对呢个宜新工业大厦嘅租约嘅承诺就去到2020年嘅呢个嘅7月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呢我仍然呢希望 MIHK 呢可以维持到运作。如果冇一啲好重大嘅突破啊或者比如有人注资啊或者一啲嘅公司嘅转手啊或者有啲新嘅资金涌入嚟啊买卖啊咁样。我嘅睇法呢我可能会喺2020年嘅7月左右呢就如果係冇乜太大突破呢可能就真係呢要将 MHK 呢就唔再营运落去啦、啊。因为点解呢我希望可以呢做到我自己人生里面我鍾意做到嘅嘢、啊。而我觉得已经做到要做的事已经是为香港做的事是十足。我自己无悔亦都不会觉得是对任何人不住。因为我人生要再 move on to 另一个 status, 而在现在这个地步里面我找不到再有新的突破或者新的满足。我连一个 website 的钱我都筹不到回来去重新要再改过是令到个效率同埋嗰个嘅performance 系更加好，咁我冇办法，咁我与其见到追唔上个潮流或者追唔上一个嘅水平，如果系咁，我情愿就好似我上集所讲嘅有种滋味，将佢做得好好睇睇，完结咗佢吓。如果冇一啲嘅新日突破，我唔想行一条旧路，我唔想好似其他网台咁样坐定定喺度啊，又或者讲嚟讲去都系嗰三幅屁啊，永远都系嗰同一班嘅人啊，讲嘅 topic 啊，永远都系政治啊，或者其他的东西除了发泄之外没有东西带给我、其他的 audience、在我心目中的网台的运作不是这样既然没有突破的那我希望有一个好的结尾、令到我们可以呢是对大家心目中留下一个好的印象而将我资源集中了之后呢我更加可以将我的能力是、focus 在创作各方面还有做回、几个好的节目、啊、保留回好像我们创作《佛门警讯》和汪庸小姐的合作、的士判官是近排我一些比较喜欢的节目大院有乐我仍然希望可以做到一个高水准的、每一集关于香港的题材、可以帮到、西瓜手做好一些他的这个开始的美食家咁我希望係可以行一条咁嘅路再有啲新嘅节目出嚟呢係人哋唔敢做嘅我哋去做到呢一样嘢咁但係当然唔会再係一啲嘅屎尿屁呀、女人呀、波啦性感女郎咁我呢啲路我哋唔想再行 ,ok, 呢个如果你觉得係要睇呢一样嘢嘅咁我真係帮你唔到呢个你攞啲张纸住我头我都唔会行返转头嘅旧路嘅咁我知道虽然我做呢一样嘢我一定会非常之胜迹亦都係可以抓到大家嘅 attention, 但係唔係我想行嘅嗰一杯喝那杯茶或者是那条路资源一定要善用了亦都希望可以行埋到去最终的路站的时候呢更加每一蚊每一毫呢都不可以乱咁使希望大家明白我的决定如无意外在2019年的1月2号的星期三我们会行一个新的缩短时间广播和减少节目播放的一个的决策节目的时间表我希望在10月中我和我们的节目主持人有共识之后我再 update 大家 OK 记住了12月的16号的星期日是我们 MHK 的开放日而呢我答应大家的一定会有一个新的节目推出就是叫做《立卵十的香港人》我给一条片给大家看看
呢条片呢就是今朝呢真心教教主咸湿超呢佢WhatsApp 俾我嘅。咁佢喺个地铁里面呢真係都忍唔住颈啊，就影低呀呢一幕有趣嘅地方。有趣嘅地方呢就係、是、一个非常之自私嘅香港嘅女人啊，即係宁愿将个位置摆佢嘅袋啊突出半边，啰柚侵犯咗其他嘅位置。霸佔 additional 個位置、啊、都唔將個袋擺喺自己嘅膝頭哥上面大髀上面、啊、騰出多啲嘅位置，等側邊嘅人可以坐得舒服啲。咁另外有一個四眼西裝友咧，呢條友亦都係要譴責佢嘅、明知個位咁狹窄，側邊亦都有個大媽咁大個屎忽，你又擠埋入去，咁你咪好中意同人哋夾住嚇、啊，大家嚇、啊、比對比嚇、啊，膊頭撞膊頭咁樣擠埋去，為咗要坐一程嘅地鐵咧，係嘛？咁你嚟咗分鐘有一個唔覺意，你唔好彩啊撞正啲嚇。啊好中意玩 Me Too 嘅女人，话你非礼佢，你咪真系水洗都唔捻清。嗱，呢啲就系一啲立捻杀嘅香港人嘅行为啊！即系你每一日都会见唔少啦。好老实讲，只要你带一部 hand cam， 带一部偷拍眼镜，你喺香港里边搭翻一个钟头地铁，你系不愁冇材料，系睇到香港人有几捻垃圾噶。咁我哋咧就会喺节目里边咧就尽情去鞭挞呢啲香港人嘅垃圾行为。嗱，我亦都欢迎大家，如果你哋咧喺街影到啲垃圾行为咧，你唔谂需要同佢哋嘈噶，你拍低。俾我啊 ，OK，WhatsApp 去98108874啊，或者系电邮俾我哋啊，依、這个 CS@MIHK .HK MIHK.HK 系啦，咁啊俾我哋吓、啊，或者系打电话上嚟98108874395873，问我哋攞一个联络嘅方式，睇下点样可以收到你嘅嘅片，我就广收一啲香港人垃圾嘅行为。OK， 我喺节目里边咧同大家去分享，点解香港人会咁捻垃圾？即系呢啲咁嘅卑劣、自私、罔顾他人、自己行先吓、啊，自己着数晒嘅行为咧吓啊！啊多的是，俾多张相大家睇睇添。咁呢张相亦都系今日里边咧，我喺呢个深水埗咧，我系见到嘅。嗱，途中所见咧，我开头都以为呢一位男士咧孭住一个红色嘅，好明显系假嘅 Chanel 嘅男人咧，我就以为佢有逆服癖啦。原来佢唔系嘅，佢系帮一个嘅女士咧去孭手袋吓，全程咧就系咧孭住呢个手袋咧，就揽住呢条女咧，通街揽揽石石咧，同埋行路吓咁啊。翻翻嚟有冇睇一啲核突嘢？嗱，呢啲又系一啲好呕心嘅变态行为嚟嘅，即系大人大姐嘅马路吓，帮人哋女人去孭手袋，做咩捻到咁捻肉酸？系咪啲咩捻嘅人嚟嘅咧？吓，即系你喺香港里边咧，你唔明一啲人嘅心态会系点？喺外国人嘅眼中，你依基本上即系啲匪夷所思吓，男人唔似女人，女人唔似女人吓，人唔似人啊，行出嚟好似个个都喺个背脊里边孭住一件妖魔附魔喺身上边嘅吓。无表情，眼光呆滞，做啲嘢就係好撚条件反射性嘅嘢嚟㗎。有钱就即刻執，有位就即刻扑佢坐。全部香港点解你变晒咁样嘅呢？咁自私咁妄居嘅呢？咁喺节目里面呢，我将呢啲佢哋呢咁嘅劣质行为呢公之于世，同大家即係、发泄下又好，或者係将佢哋点解香港人要咁垃圾嘅前因后果呢分析下俾大家知道。咁啊多咗嘅節目就變咗有時間冇辦法兼顧個質量，或者係喺個創作嘅 direction 嗰方面冇諗清楚，咁呢個都係一個唔好嘅做法。咁希望嚟緊來年裏面我哋嘅節目精益求精之後咧，無論我哋嘅 workload 同埋我哋嘅成本亦慳咗之餘咧，亦都可以將嗰個質量係提高咗。咁啊，節目差唔多啦。咁啊，我喺度懷住感恩嘅心情啦，即係喺依幾排咧，好多人都知道我就想淡出啦，咁。同埋即係好希望喺短時間可以翻翻加拿大啦，好多人都去感恩，即係我為佢哋提供過好多唔同嘅節目，我亦都喺度感恩大家支持過，咁啊希望過去咁多年 MHK 嘅一啲嘅高質素嘅節目係可以將呢個種子灌溉呢個嘅保育嘅，同埋維護香港文化粵語文化嘅希望咧，呢啲嘅種子咧，種植喺大家嘅心靈裏邊嚇。就算節目冇咗，或者 MHK 有一日唔喺度，依一個嘅 desire， 依一個嘅決心，希望都種植喺一啲有心人嘅心田上邊嚇，令到佢哋咧可以將香港嘅創作、香港嘅文化發揚光大嚇，保留翻呢一點根。香港已經今非昔比啦。
亦都係集體性要將我哋嘅舊香港同變咗一個我哋完全陌生嘅香港，唯獨是我哋保留翻嘅就係文化上面嘅一啲嘅傳承啊。只要我哋嘅語言、我哋嘅文化保留得到，我哋去到邊度咧，香港仍然存在。啊！呢、這個亦都係我希望可以做得到嘅嘢。咁啊，剩低嘅時間我會繼續努力嚇，令到自己見到一個 exit 嘅時間啦。咁喺依個時間裏面，如果冇乜嘢特別嘅突破咧，咁應該喺2020年嘅7月咧就差唔多啦嚇。咁啊，到時候再睇睇個情況會點啦嚇。咁啊，一日今日唔知聽日事，有冇轉機未知道嚇。路就係咁樣行啊！咁亦都希望大家唔好因為我哋可能減少咗節目啊，就完全唔俾錢啊，或者係完全唔支持我哋啊。廣告要繼續睇，唔好 skip 嚇。有錢嘅記得係支持我哋嘅月費，或者上嚟幫我哋買嘢，或者 join 我哋嘅一啲嘅 offer 嘅一啲嘅旅行團，同我哋一齊去玩。節目只係少咗，而唔會係停止廣播。咁大家希望明白我哋嘅难题，同埋我哋要行嘅路啊！只有精益求精，我哋只可以维持到落去。暂时咁多。咁啊，近排咧，即系譬如我哋左姑娘啦吓，咁啊左姑娘爆啊嗰啲嘢，就系咧就已经收到咧有啲嘅男 fans 咧就写一啲嘅情信俾佢。咁啊，我唔觉意啦，睇一个男 fans 嗰啲嘅字体啦，咁唔系，当然唔系啊，有姑娘俾我睇啦，我唔会睇人哋私隐啦。当佢同我讲话有人收到信嗰阵时候，我系咁依立过啲字迹，里边写啲咩我系完全唔理啦。咁啊，可以发觉咧，佢啲字迹非常之丑样嘅。咁同埋咧，亦都见到有条链咧，好似想送俾有姑娘啊！真系奇怪吓，即系我做咁耐都冇收到啲仰慕嘅 fans 嘅情信啊！有姑娘嚟咗冇几耐就即刻可以收到吓情信，真系戥佢哋巴闭。咁啊，我估啊 Sharon 同阿 Vicky 咧，亦都系可能系即系都好令到好多嘅男 fans 眼前一亮啊！咁啊，希望大家聚焦系佢讲嘅节目嘅内容吓，讲嘅营养嘅嘢，点样令到大家生活得健康啲、balance 啲啊，注意一啲咩嘅问题，令到自己的身体咧唔好出现一啲嘅麻烦啊、疾病啊各方面嘅嘢。咁呢啲只系个呢个节目嘅有养分，希望大家亦都系生活得好啲，就唔系净系过去睇女 ，OK？ 即系唔好咁肤浅啊！睇女呢一样嘢咧，我一定会喺咁肤浅嘅行为咧，一定会喺呢个嘅立品十的香港人里边咧，就鞭策下大家噶啦。咁啊，近排我哋都咧飞上一啲好麻烦嘅嘢，就系当然有人系抄袭我嘅设计啦，咁亦都系我哋嘅節目俾人哋盜用一啲嘅 footage 啊，喺 YouTube 裏邊係亂咁肥啦。咁我亦都喺面對緊其他嘅一啲嘅節目啊，我哋嘅節目啊 feature 咗人哋一啲嘅 video 係去令到 YouTube 嘅投訴啦，免咗我哋都好小心翼翼啦。咁啊，近排呢啲嘅 copyright 嘅問題咧，都令到我非常之煩啊。咁另外有一個新節目咧，就阿坡噶藍秀朗同埋阿晴咧，就喺嚟緊嘅星期三完結咗第13集嘅《都市黑幕》之後咧，喺下個禮拜12月嘅開始咧。就有一个新的节目紧接住大院有落推出的，就是在晴朗的星空下解密，我们播一播个 promo 给大家看看。这个也是我很 high hope 的一个的节目。那坡即基本上是对他自己的要求非常严谨，那也是希望我们的创作啊或者制作上面是可以完全配合得到他。那么 so far 上集的 MHK 每周通讯坡都有讲过，即是跟我们的合作都是很密切，而且都是一个非常之开心的状况之下，互惺惺相惜，就所以他就决定就一个新的一辑在晴朗的星空解密。那也都很希望即是在不久的将来，因为都市黑幕的第二季可以再推出。